们要去名古屋静冈，樱桃小丸子的家。好像听说打听的是日本人不太喜欢太辣的东西，就是以真的传统道地的台湾的小吃带过去。不会，这次不会再哭了，我只是累了那天。但还好，嗯。你累了，那这样就回家了。不是，我说那一天。特别了，生日啊！我相信我们做的东西，他们也会喜欢吃，因为真的很好吃。我坦白讲，我是有信心的。欢迎光临！夸张了吧？夸张了，太夸张了啦！吓一跳了吧？好久不见。那是有两个帅哥走那边呢。对，没啥，没关系，你们是主角。刚刚在超市逛了一下，就一直在想那个配方啊，然后再来就是甜的跟咸的哪一个可以做。后来咸的好像可以用猪排或鸡排那个上面那个酱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类似叫通卡组，那个我做过，还蛮合适的。但葱油饼上或葱抓饼上，好像还蛮不错的，只是没有试过而已。但跟葱搭配，其实还蛮绝配的。这几款真好吃，哎呦，卖牛菜的，嗯，也很有啊。今天早上我已经有点香向所有日本的神佛祈福，希望我们一切都能够顺利，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，而且我们录影非常的顺利圆满。导演觉得说，因为是不认识，所以他们比较没有办法接。我觉得有一个 idea 是，基本上是要有另外一个职位了，我们做一份给试吃，然后来试吃，然后试吃，那个哦好吃，哦哦就开始了。这个一定要跟导演好好沟通，还是我今天穿露一点？你要回去换衣服吗？让我的那个弟兄的来跟导演聊一下，跟他喝两杯，把他灌醉，然后他就说 OK OK， 来就不来就不，那要把他不喝，来就不来就 OK 可以。哦，一年。我是台湾的那个阿尤米，你用过呢？滨崎步阿尤米大西的姐姐，我那一场类似呢，我那一场。妈妈打阿尤米。哈奶要疯掉，哈奶要疯掉。妈妈 ，you very very fortunate 哦。行吧，没关系，我们你自己坐那里好不好？你可以在外面聊一下。我在新罗的几锤帅哥来陪我去采买，可以的。你有时间没事呢？啊，那我在新罗台湾阿尤米的事。好了好了，先不要把你的绝招讲出来。我们来了。他会讲一点点，是吗？我在写阿尤米。阿尤米，阿尤米，阿尤米，台湾的阿尤米。阿尤米。台湾啊，台湾的阿姨，哎，对，啊，对，觉得不要拿国产的，就拿这个吧。OK， 我 OK， 我 OK。就这个菜地瓜是。中间这中文超好的，真的是超好的。我没吃过那个地瓜球。Oh yeah， oh yeah， OK。那准备要 be surprise。一、二、三。一二，好可爱哟、喔！三，所以没有奖金哦、喔，那我们还是开摊好了啦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我想说有奖金的话，我们就来放风筝。我们实际一点好了。你看，这是冰松的代表嘛，台北要不要也来代表一下？我们哪有那个时间把它制造出来？导演，我们要不要参加台北市？现在来得及吗？然后姐就可以在上面表演装 LED 啊！你们赶快去想办法。多，一、二、三，来喽！我们这一摊超没默契。要！哇！不是！哦，风很大。有！其实有点可怕。感觉好像是鬼在上面，在上面，真的在鬼啊！真的。你那个
刚刚那个哦，好哦，哦帅耶，非常的帅，所以你都不要转过来，就转过来，对啦，这边底下没地方。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基地餐厅准备，你们要自己去找。没有准备？没有准备，回去。哎，是你会这样找餐厅基地这件事情，你们现在三口会讲英语？可以啦，你们太小看我们，应该吧？忽然很有自信，有没有？然后等一下被打枪十次之后，就会想说啊，好吧，算了。台湾可能都大家都帮他找好了，就是他们就比较安逸。人生地不熟的时候，语言又不通，想看看他们的临场反应。他们就真的自己去借，我被下令说不能帮忙，不能帮忙。失败成功，出来告诉我。OK， 好。是不是想看我们失败？来瞪导演哦。他已经答应了，翻译姐姐可以翻译了。等一下，他说我们黄金周，现在黄金周，他是真的 OK 吗？哇哦。OK 吗？确定？再拍照吧。老板很可爱，卡哇伊的。你看卡哇伊来救护，来救护。这个头家袂歹赞，我有介意。而且拄仔伊阁讲你足气的，伊讲卡哇伊，伊阁搞我学了我真水，很爽哎。而且重点是，刚雨薇跟我又再次的定格啊，我的是啊。台湾 TV， 喂，我们借到了。你如果被我发现你们一直坐在车上跟在原地，你们是不是还在会场？结果他们已经回饭店了。你的停车格好大。平常都是在停重机的，不在停卡达车的。哦，这是在卖海产的啦。哦哦、我来北海山创作。啊，哪一路？你马上吃个之类。那你哦，过来搞个那个卡奇。卡奇？嗯。哦。哎。子供が待ってるからご飯作り。子供。One two three four。子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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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ike。Like。Like。Yes。幸せね。Thank you。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上面的朋友，跟那个像大阪的妈妈一样，很喜欢开玩笑，很爱讲话，所以我那个真的很可爱的人。有没得？有没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娜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干嘛的？